来我头一转，到底是咧变什么吧？这个长兄生作安怎？要不我就来看卖咧。太郎，你刚才我咧找你，对我进来去。我讲，也嘛在江苏，你家住在。
功名功好我的三亚弟呀，是是是呀，咱也着听你的大名。感谢是的，今天下咱了你是真好的名声，我叫高阳秋，讲予你知影，今仔日咱上好。一桩的事件，我无来，也为何受伤啊？险险来负阴声，因我是来报恩仇。报恩仇，这句安怎讲？我老爸叫做江文江，当年叫替山大害，怎会是下山吹牛啊？是，你的官修人也是替。是啊，那些的车拄啊好，你我两个人双臂相连呐。安怎讲的？你敢知影？当年十几年前，一山好不能待，害了阮一家，我老爸惨死，输给阮了解。